事，这不是我的手机，没关系。没事，这不是我的手机，没关系。你这样穿看起来有点像 AV 女郎。你也是啊。你，我不相信。垃圾。你在干嘛？走开！哇！一定要去泡温泉，我觉得泡温泉应该就会感觉好吗？对，好，走吧。我们现在要吃下午茶了。晚餐，而且今天其实蛮冷，这里人都穿很多，然后你还穿短袖。哇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。你想吃什么？你们在这边？怎么在这？今天不是我们两个的约会日吗？你怎么带一个兔肉品来？想知道为什么会来，记得到我频道看一遍。去他频道看一下。四川猪肉，那就叫海浩哥请客喽。海浩哥，海浩哥请客。今天请你们啊？你要请我们什么？先讲。都可以。都请。我说我可以请你们啊，但你们要自己付钱。这样哪叫请？我请你们啊，但是是用你们的钱。什么啦？那我请你，他用你的钱。你买的都好吃，温泉蛋。吃山猪，大屋来就是要吃这些山菜。我在等我的山猪肉，石斑烤肉。哎，你看这是火龙果，那火龙果都是什么颜色啊？里面一样是灰的，灰色，哦，是灰色的。喝喝看好不好喝？柠檬山粉圆，有柠檬跟山粉圆的味道。我发现有个地方不一样，哪里？哎，你多了一个字哎。这是三八字吧？你最爱的杏仁汤，我喝的是花生汤。烛光晚餐，好好吃饭，好好听彼此说话。你要好好听我说话。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就是每天都要记得吃饭，这样呢？喝水，这样呢？洗澡、睡觉。全看之前。绿竹笋超级好吃。我们的主餐，我吃的是牛肉。我的龙虾壳怎么不见了？他帮你剥了，好吃吗？蛮不错的，我想吃一个。怎么那么柴？你的感觉更好吃。哦，牛排，很好吃。吃了晚餐，然后现在回来换上浴袍，要准备来泡温泉。我们之前有一起去北投泡过温泉，乌来也有，然后这是第三次。这里的温泉我觉得很美，因为它外面还可以看到很漂亮，但因为现在是晚上，对，我们把它拉起来，早上还可以再泡一次。它有个很浓的温泉味，然后这边有那个精油的味道。那我们先换那个浴巾，然后泡汤，走了，泡温泉了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你这样穿看起来有点像 AV 女郎？你也是啊，你怎么还不换？没有穿。你，我不相信。啊，是泳衣吗？泳衣，平口泳衣。对，走喽，太舒服了啦！真的，我不想起来了。有温泉的味道，硫磺的味道。如果我家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温泉，该有多幸福啊！
可以啊，我买给你。你要买这里给我吗？对啊，一个晚上20000块。哎，一个晚上可以在台北租。哎，我们这个是我们住过最贵的，出国也没住过那么贵的。对，史上最奢侈。而且等一下还有宵夜，我们才刚吃完晚餐，然后吃完饭就跟我们说等一下还有宵夜，所以我们等一下10点还会有宵夜可以吃。太幸福了啦！你有什么心得？我的心得就是因为你比较忙，然后你刚好最近又放假，然后就带我出来泡温泉。耶！因为这是零沙订的，但这一间其实我们之前都有经过，然后也知道，但就一直都没有。但不知道这么贵，对，吓到了。但是可能一年就来这一次啊。这个浴巾真的超性感哎，是什么？它是浴袍哦！天哪！哇，它的浴巾。泡到太热，然后我们对、哦、真的超级热，散热。我很喜欢就是来乌兰，因为就觉得天气这个天气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这间饭店其实蛮棒的，撇除那个价格的嘛，真的很漂亮，超美的。它价格真的太贵，但很值得，很值得来。哎，他今天帮我准备一件很可怕的睡衣耶，没有，因为他没有带睡衣，我随便拿的。你这样好像没穿衣服。什么？你没有穿衣服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干嘛？你赶快去穿衣服啦！好啊，各位。等下继续吃宵夜咯。没有没有啊，给你吃宵夜。我要吃宵夜。我要你。然后放哪里？好的。你吃牛肉面好吃吗？好吃哎，很浓郁。我这算是香菇鸡吗？对，香菇。配我们爱的美酒跟烧酒。小桌，小桌，哎，我的睡衣，我看，好看吗？哎，蛮不错的。啊，我们的公主房，里面有公主。大家晚安。我们刚才喝了超多酒，因为我们难得有这个休假日，然后可以。小喝一下，就他一直帮我酒，我现在肚子变成孕妇，超级棒！我们要睡觉了，好，晚安。乌鸡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换衣服，走开。快点啊！你快点换。哎、欸，我在换衣服。你啦，你背对，你背对换。啊！哇！只有我看得到。我们等一下要退房了。对，好舍不得哦。好想要永远住在这里哦。那个公主床。哎、欸，它真的是一个公主床，因为它旁边都是纱帘。我舍不得离开，好想睡哦。再住多一天，没有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吃饭、看电影，然后按摩。订阅的人哦，对，订阅我，然后可以追踪莫吉，去买他的沙田铺啦。耶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抓看看是真奶还是假奶。Hello。抓看看哦，这个留言想抓的可以抓一下，好，开放一名。那我留言了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